大家好，我是甘。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我是怎么弄我的这个 video 啦，这个影片。现在呢，我是用这个 Lilo Game Recorder， 这个软件来记录这个影片啦。通常呢，我的影片呢都是跟这个生活有关系。然后跟我们如何自救或者急救这种知识跟我所了解的一些知识一些看法就想跟大家分享。那么在我做这个影片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后面的那个尾端的影片的时候呢，其实是一个无心插柳的一个插画，一个作品来的。那时候呢，我就有稍微就把那个声音变掉嘛，因为我想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然后我就我做了之后呢，我就觉得应该要有一些东西来呈现吧。那么我就想到倒不如做一个影片。就是放一下我本身，因为我是福建人嘛，或者如果说有些人叫做闽南人但是我爷爷那边是以前是从福建那边过来的所以我本身是福建人。那么我就在想我应该做一个影片，就让大家知道，就是给让大家开心一下啦因为那个声音是比较搞怪一点嘛。那么我就弄这个影片弄了这个影片，刚开始呢，我就做了，之前有做了几个不一样的影片，但是之后呢，我就因为有些我们不能随便用别人的作品嘛音乐都好什么照片还是什么。所以我就自己弄一个咯，弄一个自己的影片咯。那么我就录了之后呢，刚开始呢，我先录声音，然后我再放我的照片然后它的做法其实就是一张白纸，然后我才放因为我有去爬过山嘛深山，那么我就把我的深山的这个8公里的这个记录拍照的记录呢，我就放进去这个影片里面。那么过后呢，我也放我的照片，自己的照片然后还有我画过自己我画的一个好像一个漫画的脸但是这个是我自己本身画的。然后因为我喜欢七龙珠嘛，所以我就它的画面就有点像七龙珠的。刚开始呢，我就是先放着它的画面就是这样子我就在 notepad 这个 notepad 我就放咯放这个字体，就是这个 subscribe and follow， 请订阅以及关注影片然后 Manhattan One TV 跟 Fans Ocean 06，这个是我的 YouTube 跟 Facebook 的那个页面或者网页然后呢，我就放我的照片咯，放了之后呢，我就在这边，不好意思要换一下，我拿到了。那么在开始的时候呢，我就先弄声音咯声音呢我就先这样子 edit audio， 那我就把它改咯，就是之前改的这个声音我原本是这样子的。然后如果你要放的比较高所以我就是这样子改，
我改了之后呢，我就按好了之后呢，我就按 yes 咯。按好了之后呢，它就会出现另外一个声音了。然后它就会变成这样子。现在我把它弄调回去。好了之后呢，我就放，我先做声音。好了之后呢，我就做这个 notepad 咯，这个画面，或者我先做的这个 notepad 的这个，就是这个画面，这个就是我改。这个就是我弄这个东西之后呢，然后我才来放这个声音咯，改 edit audio， 改了之后呢，然后我就放我爬山的照片咯，曾经爬过深山，马来西亚的沙巴州的深山，然后呢，就是有我的这个我画的这个漫画了，这个是，就是这个，这个，然后我是在2011年画的，然后刚好旁边呢有这个日期。它是2010年10月29号的一张纸啦，我就在那里画，画了之后呢，我就拍下来，好了之后呢，然后我就再放这个咯，这个是我的照片呢，我就放 modify， 就放什么 black border 咯， black border 就是它这个，它的那个框框啊，通常我是放2啦，那我就放颜色黄色跟粉红色咯。好了之后呢，我就在这个特效这里，我就放第二个，我就放这个 smoke。说它就会变成有那个烟，就好像你会看到那个画面在动啊，而不是一个普通的画面，然后呢，通常就是这样子了，然后呢，我就再放特效。就是这个另外一种特效，然后呢，你看，在第三个这里呢，它会变成这样子嘛，它会好像你的画面跑上去，然后呢？过后我就再放这个，然后当它上去的时候，它这个就刚刚好在这里，所以它就好像你刚刚好就是被拉上去了，然后第二个呢，我就放，第二个特效呢，我就放这个咯，好像拉进去，就是这个 swing right， 第一个我是放，这个 color split，
要 spring。哦，不是。啊，第一个特效呢，我是用 interfere， 啊 ，interfere 的特效，所以它会变成把这个画面拉上去。然后第二个呢，这也是第三行呢，我就放这个咯，啊，这个是 string right， 然后它把它画面会拉到变成去旁边，去右边。哦，然后下面呢，我就用好像没错的话，应该是这个吧？哎，不是，啊，没错，它应该是这个，应该是这个吧？啊，这个就是 twist vertical， 它会好像转换去另外一个 ，OK。然后呢，第四行，啊，第二个特效呢，我就是放这个了，啊。没说话 ，blur left， 啊，就会 blur right，blur right， 好，然后就是这样子咯，它的特效是这样子，然后过后呢，我就放一个 glow， 啊，它会变成这样子。到最后呢，会后面变成这样子。哦，这些都是放进去的，后面，啊，它变成这样子。嗯，然后整个影片呢，就弄过后呢，整个影片呢，弄好了之后呢。然后再加上这个 fix or enhance， 就是你把你那个画面弄得比较清晰，哦，声音拉得比最高声，最高的声音把声音拉得最高。那么呢，好了之后呢，你就去按 produce 咯，哦，就去弄这个影片咯，按 MP4 和 MP4 啦，然后你就按 start 咯，好了之后呢，这个影片就出来了。然后做影片呢，它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你有时候它的影片很难出来，弄了之后它会卡着，哦，所以它的影片有时候弄的，如果你的影片弄的比较久的话，比较长的话，它的会比较难弄出来，所以通常会遇到这个，可能需要用2到3次的效果呢，它三到五次呢，它才能够把这个影片弄出来，所以每一支影片都是很珍贵的哦，所以无论是谁在做影片的哦，都是一样的，一支影片呢，它可以是一个啊历史的记载，也可以是一种记录，个人的记录都好。啊，也可以是一种艺术，哦，无论你在说什么，你说的任何的内容，影片的内容，它都是一种艺术，啊，只是看不同的人在呈现不一样的说法而已。那么，基本上要分享给大家的东西就是这样子。然后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就是每一支影片呢，在弄出来的时候呢，都是不简单啊。虽然有些人看起来好像很容易，但其实无
不论你是做影片的，或者做短片的，或者做视频的，都一样。哦，我的影片呢，虽然不会算不算是最好的影片，哦，可能别人的影片还比我更，别人制作的影片比我更好，但是我会觉得，啊，每个人都有他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内容，啊，不一样的知识分享，所以我就希望说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或者是说啊，所以呢，每一个影片呢都是独一无二的，啊，嗯，咱们今天的话题先就到此为止，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嗯，好。啊，之后呢，你就按 stop。The Baba.